其实呢，我觉得有时候做艺人也是真的要好好的爱惜身体，啊，不单只做艺人，其实大家平常都要好好的注意身体健康，啊，有时候哮喘起来的时候是，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每天晚上都从床上滚到客厅，客厅又滚回床上，就是呼吸很不顺畅，所以呢，今天。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声对不起，唱的真的是不好，接着下来我要唱这首歌，我就不报歌名了。如果你们听过这首歌的话，就会唱的话跟我一起唱；如果喜欢的话，就多给一点欢呼声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播音乐啦，谢谢。希望大家能够原谅，今天真的是状态不是很好。不过我心里面是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也很感动，真的。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。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。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。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什么道别离，你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自己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会不会唱？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自己的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。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什么道别离，你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自己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
自己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